在好莱坞见到大明星没什么惊奇，但是被大明星吓到可就不常见了。是哪个明星这么调皮呢？带你到好莱坞的蜡像馆去看看。阿诺·施瓦辛格这蜡像也太像了吧！天哪，竟然是真的阿诺·施瓦辛格！看到阿诺本尊，小朋友也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和阿诺照相可要保持距离，不知他何时给你个大惊喜。但大多数时间他还是很和善的。阿诺·施瓦辛格决定改头换面，以魔鬼终结者的打扮出征，先来副太阳眼镜，是不是更像啦？Would this protect from shotgun blasts? Probably not. Get out. 要货车司机下车，有人真的听从。Just joking. 但也有人不买账。Come with me if you want to live. Who is this? 首先，先来到中国剧院看看自己的手脚印。This is my line. 不错，但没想到星光大道竟然有自己的分身。还要跟他抢影迷。Who are you? I'm the Terminator. Who are you? 输忍不输阵，两人开始 PK。经典名言 ：I will be back。阿诺·施瓦辛格这次真的回来了。《魔鬼终结者》系列中的第五部影片《魔鬼终结者：创世契机》即将跟大家见面。看来大家还是比较习惯在大荧幕中看到阿诺。新唐人记者苏香兰综合报道。